1934年的秋天，当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，我们红五团直属队的指导员冬梅同志被留下了，我也被留下了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又哭鼻子。红军嘛，哪能像个大闺女似的哭哭啼啼的？走吧。指导员！指导员，小赵来了，一定是王团长叫我们归队的。傻家伙。小赵，指导员，团长让我交给你的。小赵，王团长写些什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秘密。他写信什么时候都像一道作战命令似的，1、2、3。告诉王团长，不要牵挂我。是，指导员，还有什么话说吗？算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又是算了。小赵，你给我好好照顾老王。是。我们眼看着大部队走远了，走远了。第二天，走。医院长，你说什么也不能留在地方。我就是不愿意留在地方上。你们谁不愿意走，你们就留下。我是要走。你要走就快走。走，不管你们走不走，我要走。走了，我同意。走，同志们，不行啊！为什么不行？我们要回部队参加战斗嘛。陈排长，你看，不行啊，同志们，你们要犯错误的呀。回主力部队能犯什么错误？走，犯什么错误？等等，哪一部分呢？哪一部分都有。到哪儿去啊，同志们？你这个女同志是干什么的？听着，她是李冬梅，是我们红五团直属队的指导员。她是指导员的。报告指导员，我们是刚出院的伤病号，医院党组织介绍我们到瑞金县委，要我们留在地方上工作。你是带队的？是，部队职务室排长，中共正式党员。你呢，同志？班长，是不是党员？现在还不是。答复得很好，你一定希望将来是。同志们，我们红军是阶级战士，越是哪一部分都有，越得自觉地遵守纪律嘛。再说留在地方上，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啊。我也是从部队流到地方上来的，也要去找县委。一道走吧。好，出发。等等，谁走不动把马骑上。走得动啊，指导员。没关系，自己骑吧。我们走得动。老张，你呢？我没什么。把马骑上吧。张班长，你腿不好，还骑上吧。骑上吧，这像什么话？我是男同志嘛，骑上！别动！我走了，别动！地方走又改变。骑上，哪儿那么些讲究？是。小妹子。嗯。为什么叫个小妹子？不好，太不好了。你看我，在家种田，名叫小六子；参军的时候，自动改名张国红。全国都是红军的，你看。
多有意思。小妹子就是小妹子，干革命也不在名字上，我一辈子也不改。哎，主要是不好听啊。要是连长指导员在队前点名的时候叫一声小妹子哟。张班长，你看你。小妹子。啊。指导员呢？怎么，指导员有病啊？不，他快生小孩了。啊，快生小孩了？我说不气不气，嘿，你们呢？我真乱弹琴。指导员，你快骑上吧。嗨，走几步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指导员，你快骑上吧。我早说过，我是男同志嘛。怎么样，指导员，骑上吧，咱们还得马上赶到瑞金县城啊。是啊，是啊，骑上吧，指导员。我们终于赶到了瑞金，可是。瑞金城空空的，静悄悄的，只有县委楼上的那面红旗还在迎风飘荡。集合。还等谁吗？不等了。魏政委叫我留下，就是等你的。那好，这些同志也是找县委的。哦，这是县委交通老四哥同志，他带我们到山上找县委。情况紧张啊，同志们，看来我们要暂时放弃瑞金了。别闹情绪啊，马上出发，走吧，同志们。走。上面呢？怎么了？心里窝囊啊。服从命令吗？指导员，好，快撤走，快撤。掩护指导员，我去。
好吧。指导员，去吧。是。走。指导员，咱们是真行啊，把红旗拿回来了。同志们，要马上离开这儿。张班长，对线搜索，跑步，出发。这是瑞金的绅士方老，也是最大的财主。小民能得还乡，全靠顾总指挥的护卫呀，我是由衷的感谢。这是瑞金新任县长，请多训示。以后这是县党部书记长，请多栽培。中央日报记者。民国日报记者，请顾总指挥发表点感想吧。兄弟什么感想也没有，请你们立即发出消息，共军首都瑞金已被我军光复。还有瑞金县府县党部已告恢复。我大军99师、28师、75师由顾总指挥亲自督战。好极好极。瑞金山区的残余共军指日可告消灭。好极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魏政委又派人送来这封信，叫你们赶快到火星洞去。指导员要生小孩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真是。指导员，老四嫂得马上走，我还带着些商号同志呢。小妹子，我们绑赴担架把指导员抬着走。那能行吗？行啊。指导员，我不能让你走了，你一定得留在这儿。不，我们用担架把指导员抬上。对呀，是啊，我们要抬着指导员留下。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娶过媳妇儿没有啊？老太太，我们是怕敌人来了。什么老太太，只要我老四嫂在，就短不了你们的指导员。不要为我担心了，同志们，你们马上到火星洞找县委去。走吧，同志们。放心吧，指导员。放心吧，指导员。指导员。出发。孩子安全地降生了，情况突然紧张起来，指导员不得不把出生不久的婴儿交给群众去抚养。你再打听一下县委的消息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陈排长他们赶到了火星洞，可是县委又转移了。
怎么办吧。哎呀，又有情况了。是啊，排长，咱们不能把指导员丢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排长，咱们找指导员去吧。回去找，不能把指导员丢了。好，出发。饶这些白匪叛徒，对，敌人白也白不了一世。同志们，房子烧了，等红军回来再盖。人拉走了，咱们就去找县委游击队跟敌人算账。大队，对，他们肯定要报这个仇。没什么，让敌人给穿了个洞。冬梅同志，你们来了多少人呢？现在是六个人。魏政委，找县委的那七个伤员你见到了吗？伤员可能让敌人冲散了，情况严重了。冬梅同志，你就担任瑞景第三大队的政委吧。我？怎么，担子重吗？不。三大队有多少人？连你六个。我们六个人？在目前情况下，六个人就不算少了。今后你们的任务，冬梅同志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坚持地盘工作，你马上带上队伍突围，我掩护你们。让我们离开火线。冬梅同志，不要犹豫嘛，记住，冲出去就是胜利，就是冲出去一个也是胜利。请他进来。是。上来吧。孙主任。来了，这边坐吧。哎。坐。马局长，恭喜你啊。听说你快要结婚了。哎，还得几天呢。你看见这条新闻了没有？这次战斗是你亲自参加的。全部被消灭，你说恰当吗？这魏杰确实被打死了，可是他的尸体呢？
被他们人抢走了。既然他的尸体被人抢走了，可见全部消灭，这全部两个字就不怎么恰当了。只要留下一个人，就可能死灰复燃。是是，这点你要比我清楚。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。昨天我拟了个计划，正要请主任过目呢。第一，把山下这一带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山底下来。第二，严密控制这几条山路，彻底断绝山上和山下的交通。这样一来，就把他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完全隔绝了。魏征伟牺牲了，队伍被打垮了，到处都是敌人。连日来的突围奔跑，我们简直连一步也走不动了。饥饿也在包围着我们，袭击我们。多少只眼睛在看着我们的政委。咱们还要摸到村里去呢。这两条腿好像不是我的了，今天晚上再有吃不上东西，我连爬也爬不了了。哼，你还是个男子汉呢，起来。东西吃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吃的，快走吧。老乡，你把门打开嘛。哎，别啰嗦了，快走吧。天亮了，咱们得离开这儿。我们只好走了。爹，还背着两杆枪呢，他们都饿得走不动。
在我们回去的路旁，突然发现了一篮子红薯。啊，还有米饭。谁放的？管他谁放的，吃了。政委，政委，分给大家吃吧。不能吃。要是敌人放在这儿，说不定这里边还有毒药呢。毒药？要是敌人真找到这儿来，为什么不把我们抓起来呢？今早上我们为什么说是难民呢？一定是老乡弄不清我们是红是白，偷偷摆在这儿了。同志们，我们不能再这样。我们是红军，是游击队，以后该把我们的旗号亮出去。是自己人，你们这儿先吃点东西，我去找那家老乡。您过去。同志们，是同志们，不要动，干什么呢？别开枪，别开枪了，别打，不要打，是自己人，我们呢是来给你们说情况的。老人家，可见着你们了，找不到你们，我们是寸步难行啊。不是我们不想和你们联系，是叫叛徒搞的，真假难分呐。政委啊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都听到了。政委，政委，我们上山上找游击队找过七次了。是啊，我们找过七次了。哦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叫大光。这是我的儿媳妇，女儿。又是马家辉这个叛徒出来祸害人来了。这个狗东西。政委啊，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到哪儿去呢？老人家，到山上去，村里不敢住，在山上我们搭了个窝棚。政委，快走吧。对，快走吧。辛苦了啊，快走去吃点东西。快走，快走吧。秀姑，快去给他们烧稀饭去。老奶奶，再喝一碗。哎呀，你看，喝吧，喝吧。刚才您可真的走不动路了。哪儿的话呢？我要是再喝了这一碗粥啊，就是连飞毛腿呀，他也追不上了。因为你们四个都是党员，我才把这些不好的情况告诉你们。没什么了不起，咱们可不能悲观失望啊。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？可就是群众的情绪太不好了。政委，敌人和叛徒天天宣传红军被他们消灭了，也不知为什么这两天敌人的正轨军呼啦一下全开走了。他们开到哪儿去了？有人说追逐红军去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看，敌人把正轨军都调去了，可见咱们红军不单没有被他们消灭，现在一定还在狠狠地打他们呢。哎，对呀。是啊，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道理啊？向群众解释解释啊。群众见不着咱们自己的队伍，你就是再解释也不行啊。是啊。
这个时候能打他一仗，那该有多好。哪怕咱们有一排人也能把五元镇打下来。嗨，要是老红军来了都用不了一个排。是啊，听说敌人把保安团全摆在山上了，五羊镇只有马家辉和二十几个区警在唱空城计呢。大光同志，五羊镇上有咱们的人没有？有，前几天他们还派人到山上找过游击队。这就有办法了。政委，你是说要打一仗？马局长，恭喜你们！恭喜了，马局长！恭喜了，恭喜了！马局长，您大喜了！恭喜马局长！恭喜了，马局长！马局长，恭喜你了！好，请坐，请坐。马局长，恭喜恭喜！请请请，请马局长，大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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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局长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！兄弟是公务在身，实在不敢动台呀。红军就要完了，山上的游击队叫保安团团团围住，料也无妨。喝喝喝喝！来来来，干一杯。好。哎，怎么不唱了？唱段好的。给你。来。政委，政委啊，镇上咱们的人都准备好了。敌人有动静吗？刚喝完酒，正在看戏呢。李队长。特别加强警戒，请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布置。快！多谢诸位光临。啊，因为时局不安定。好，素无奉陪了，素无奉陪了。好，休息吧。好，来，休息。好，谢谢诸位啊，谢谢诸位，不客气，谢谢诸位，不客气，马局长。自己人，你看，他们把当年洪秀全用过的土炮都抬来了。李政委，同志们，你们可受了不少的苦处啊。李政委，这算不了什么呢。只要有了领导，什么都好说了。看看地形吧。开始吧。
们处决了叛徒马家辉以后，陈排长他们也发现了我们，可是我们始终没能联系上。他们自动编成了四中队，不断地和敌人战斗着。中队，1935年的春天来了，我们仍然像武夷山一样巍然屹立，队伍壮大了，我们的心也像春天。同志哥哥，你莫要慌。现在不能，太远了。革命形势一定有了变化，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整整6个月了，还没有找到上级党。你看，各个地方上的党组织都恢复了活动，跟我们取得了联系，可是没有上级党的领导，这怎么行呢？是啊，大光同志，你是不是再到福建去一趟？一定要找到特委。好吧，政委。就在大光还没走的那天，我们从岗哨上抓住了一个陌生人。干什么呀？这干什么的？哪来的？在岗哨上抓的。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在西山底下抓来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哪位是负责人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见李政委，李冬梅同志。好，把他带来。是。干什么的？是啊。走吧。这么说，中央真的到了陕北了。是啊，就连敌人的报纸都登出来了。形势很好啊，福建、江西这一带，我们的游击队又发展起来了。特委跟各地游击队联系上了吗？嗨，就是跟你们没联系上，还是啊，因为你们打了五羊镇以后啊，我们才找到了我们。对呀，特委跟中央有联系吗？我不清楚，特委会告诉你的。特委书记是谁？刘增同志。是他啊？怎么，你认识老刘啊？冬梅同志，你已经了解我一夜了，我呢也可以说了解你一夜了。现在我把老刘同志写的信交给你吧。信？是他。我知道你跟老刘很熟。陈同志，歇一会儿吧。在这儿歇着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把我一个得力助手打死了，这对你自己造成不利啊，李政委。住嘴，不许你叫我政委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？我不许你侮辱政委这两个字，你懂不懂？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谈谈吧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你带领的一部分队伍，我们都把他们解决了。哼，这不可能。可能的。我这次单独把你请来，想跟你商量点事，想请你亲自到你领导的四中队
走一趟。四中队。你不用装不知道，我们都清楚了。这四中队归你领导，都是写红军伤兵。为了你和他们的生命安全，想请你走一趟，咱们和平解决。所以我想问问你。你什么也问不到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们特委交通你们杀了吗？哼，我佩服你的判断力，可是我的人不是也被你杀了吗？算了，我是不究既往的，你是个明白人。可就是你太愚蠢了，无耻的东西，把我一个抓来就想把共产党游击队消灭。好，不要感情用事，去不去你要冷静的考虑。待着。是。简直是做梦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把队伍开到山上去了。真是顽强。进去。那天晚上敌人来了好几百人，冲不出去了，男同志都关在对面的班房里，天大的错误。可是我们并没有被敌人全部抓走，我跑出来了。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李政委也被敌人给抓去了。是吗？听说就要往县城里借了。小妹子，别哭了，小妹。你别哭了。被打散的同志啊，我都把他们送到四中队去了。四中队，是啊。听说打仗可猛了，仗打到哪儿，红旗就插到哪儿。老爷爷，快带我找他们去。小妹子。小妹子，张班长，你可没有把指导员保护好啊！我，别闹情绪嘛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，我看这倒是个机会。嗯，对，陈排长，我看这样吧。这些共产党在前面渡口上船的时候，一定要老实，不准交头接耳，谁要是敢反抗就地枪毙，听明白没有？谁要敢反抗就地枪毙。
卫生厅，掩护指导员。那你呢？别讲价钱，快撤。张班长牺牲了，从此我们更加警惕，队伍一天天的壮大。就在1938年的春天，敌人真的撤走了。是啊，我送粮来，一个敌人也没看见。奇怪啊，政委啊，山下的群众都传说为了抗日国共又合作了。哦，还说些什么？哎，敌人放出来话说红军投降他们了。投降？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。哼，投降是不可能，看来形势是有了变化。敌人是什么打算？我们党的主张又是什么呢？可真急死人了。政委，政委，什么事？在岗哨上抓住一个人。干什么来的？他大吵大嚷的，非要见负责人不可。怎么又要见负责人？又耍什么新花样？我去看看。你们这样对待我很不好啊，同志！你们那负责人是不是李冬梅啊？他一见着我就认识。干什么呢？你少废话！指导员，是他。政委，那不是小赵吗？小妹子，从哪儿来？怎么说呢，往远里说是从延安来，往近里说是从赣州。这是王主任给你的信。什么王主任？就是王团长嘛，他现在是新四军驻赣州办事处主任了。新四军？什么新四军？当心点，准不是好人。指导员，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为了抗日，咱们红军已经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了。政委，政委，在山底下发现了敌人。你搞什么鬼？准备战斗！准备战斗！集合！集合！快！快！怎么回事？政委，情况紧急，把他拉出去算了。对，把他绑起来，绑起来！走走走，快点！指导员，把他押去再说。是。叫他们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千万不要开枪啊！我们是保安司令部孙主任派来的，给你们送一封重要的信。叫他们上来一个！上来一个！是。
千万不要开枪啊！你们敲锣打鼓干什么？啊？关长，我们是怕找不着你们，又怕挨枪子儿。哪位是李政委？贵党中央已与我党谈判重新合作，以便共同抗日，现特请你方派出代表与我方商洽合作事宜，我方绝对保证贵方代表安全。保安司令部孙天。重新合作，馆长，孙主任送来的慰劳品有猪、酒、纸烟、牙膏、牙刷，抬回去。是，抬回去，抬回去。又耍新花样。把队伍摆在山上，要加倍提高警惕。嗯。快说，你来干什么？对，说呀，快说你，说呀，说什么呀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说，快点的，说。我小赵，从来没让敌人绑起来过呀。没想到啊，让自己同志给绑起来了。你说你好，你是你，你别花言巧语的。你这个老太太觉悟倒蛮高啊，可就是好好待住口，待着你。政委来了，政委。指导员，你要犯大错误的。你看我身上还带着党中央重要的文件呢。给他送开，送开他老四嫂。政委，怎么吃过这个亏呀？嗨，你这个老太太呀，你看这还能含糊？别吵。小赵，委屈你了。指导员，这没有什么，斗争环境复杂嘛。是啊，小赵，三年了，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失去党的领导有多苦。现在好了，我什么也不怕了。我都吃饱了，再吃一点吧。我吃饱了，多吃，你吃。指导员，还有这个呢，又是信。哎，是王团长写的吧？个人写给指导员的。政委，是不是一点？两点、三点，像作战命令一样。不，还有这样的呢，给我看看。还搞这一套，政委，写些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小赵，咱们仔细谈谈吧。好吧，指导员，新的战斗是很艰巨复杂的呀。王主任指示，你要作为地方游击队的代表，去和当地的国民党谈判合作。让我去谈判合作？你不去叫谁去呢？咱们坐下来谈谈吧。
和阶级敌人谈判合作，开始我也搞不通。可大家想想，这抗日统一战线，不是我们党早就提出过的主张吗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，我们作为党员的应该怎么办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敌人说是谈判，要来搞我们怎么办呢？谁能保险他们不来打我们？说得对，不能跟他们谈判，打我们怎么办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哨和棍子？他来打我们，我们不会打他？对，陈队长说的对啊，他们拿着快枪是吧？打他吧。陈队长说的对，可是还要记住，在谈判期间，我们绝不先放第一枪。李忠，经理。啊，李代表，欢迎欢迎啊！哈哈，里边请吧。来，请吧。能来了。请，请。李代表到。请来了。啊，李代表，辛苦辛苦，辛苦了，李代表。这是本县父老有口皆碑的张县长。这位是深受重托的县党部书记长。这位是本县士绅代表方老，啊，这是有功党国的孙主任。见过面。见过见过。请。就是李冬梅呀。啊，哎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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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据说李代表是本县二区的。哦，是我们二区的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还没顾得上回家吧？家里人都好吗？家里人都跟你们杀光了，还好什么？哎，这真是可惜呀。 啊可惜呀，可惜呀，可惜呀！过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过去了，旧账一笔勾销吧。哎，对，哎对，我们现在应该以国事为重。哎，对，应该以国事为重。应该以国事为重。为了抗日，我们既然已经下山来跟你们坐在一起谈判，这说明我们这一方面是完全有诚意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要不然不用打，我们只要再加强点封锁，是是是，也就会把你们饿啊。饿？饿不死的，整整三年了，我们的队伍不是更壮大了吗？这点你大概最清楚。清楚清楚清楚。你看大家都说了废话了。啊，说了废话。李代表，我们谈判正式开始吧。好，请关于开放民主、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，既然两党中央已经有了协议，瑞金地区就不能例外，应该立刻执行。当然，请坐，请坐，这个好办啊，嘿嘿，好办。李代表，依我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你方游击队的集结地点。
这样，是你们游击队有了固定的驻地，我们双方就可以先实行停火。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好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愿意把五羊镇划给你们。五羊镇？啊，好地方啊！这样做，我们是为了在开始谈判就以身作则的做出重大的让步。李代表，弟兄们在山上受了不少辛苦。五羊可是个有200多户商号的大镇啊，鱼米之乡啊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可惜我们不是为了抽捐加税。哎哎，取笑了，取笑了啊，取笑了，取笑了。贵方的廉洁作风那是众所周知啊。这样说来，这一条就算是达成协议了啊。哎呀，这个真是国家国家国家有戏。等等再鼓掌吧。达成协议是要双方同意，我们的意见集结地点是在这儿。在哪儿啊？火星洞。还是留在山上吗？这我倒不懂了。既然合作，为什么你们不能把队伍带下山来呢？是啊，一为一家就带下山嘛。啊，李代表，这是国家大事啊，我看你方的诚意是很值得怀疑呀。这是令人难解呀。值得怀疑的应该是你们，先生们，你们打了我们3年了，并没有消灭我们，现在想利用谈判把我们骗下山来，集中在五羊镇，然后一网打尽。这个可这种违反全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是永远也办不到的。全部误会了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绝对是误会，这完全是李代表，全都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静一静，先生们，如果你们真有诚意，就应该同意我们的方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停火。李代表，如果你们真有诚意，只能按照我们的方案做。请你们记住，在谈判桌上，威胁是办不了事情的。依我看，还有商量的余地啊。李代表，双方谈判必须要有一方做出让步，我看考虑考虑明天谈吧。啊，好吧。我希望你们很好的考虑，应该像你们说过的以国事为重。哎，当然当然。李代表，今天晚上您在瑞金旅馆休息，对您的安全问题您放心，我们绝对负责啊。再见。请。哎呀，这共产党里头真有人才呀。我早就知道
这一招不行。估计他们跟上级联系上了吗？不一定。嗯，按原计划进行。冲！冲！人哪去了？过来，他们已经转移了，快给孙主任打电话。是。什么？扑空了？转移了？又跑了？哎！立即向火星洞进击！敌人果然来这手了。政委，我们的队伍会吃亏吗？是因为我们两个留在敌人这儿，怕陈局长他们不敢还击进攻火星洞的敌人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真气死人了。这陈队长总是这么不急不慢的。小妹子，陈队长真是好样的！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怎么？把我的保安一团全部搞垮了。孙主任，敌人卑鄙的突然袭击被我们打垮了，但我们也知道他们不会由此而罢休。你说他敢来吗？会来的。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谁破坏谈判的责任问题。李代表到。请，请。好，李代表，代表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。昨晚上休息的好吗？昨晚上你们搞的什么鬼？什么？啊，那完全是误会了。误会，全是误会。好，下次要是再发生这样的误会，我们就按昨晚上那种办法处理，绝不含糊。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。怎么？啊？把岗哨都撤了？孙主任命令，对友军嘛，何必如临大敌呢？为了再一次的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同意把火星洞一带划给你们。从下个月起，你们的粮食、服装、医药全部由我们供应。李代表，
这你没什么意见了吧？请再说下去。也从下个月起，你们游击队的番号就得改编为保安团第三大队。这不可能。李代表，请你不需要有一点怀疑，我们保证你们原建制不动。不，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，部队番号只能由我们党中央决定。那就不必要了。既然是双方合作抗日，我又是这个地区的军事主管，我有权利来决定。要不这谈判的目的又何在呢？不然这谈判目的何在呢？你决定不了。我们谈判的目的不是投降，是为了把部队开到抗日战场。至于你们谈判的目的，可不可以摆在桌面上公开的谈？可以。依我们看，合作就是你们向我们投降，我们不过给你们一点面子。你别无理，否则你们要负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。你扯得太远了。你清楚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知道，没什么了不起。那好，这是我们起草的谈判协议书，如果你想要回去，就请你在这文件上签字。你们是不是要扣留谈判代表？那由你决定。房门那么高，门上还有铁锁，他还用这个干什么？他们想用这个维持旧世界吗？哼，这都是梦想。政委，敌人会杀我们吗？你害怕吗？没什么了不起，可就是我们没有见到主力红军，还有王团长。不，小妹子，就算我们两个见不着他们了，可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咱们的三大队都会见着他们的。欢迎新四军代表！我早就说过，这个地方明明是共产党的老窝，可你就不戒备。你听，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欢迎新四军的人呢。事情不在这里，现在是他们知道了我们扣留了李冬梅，你说。
天驻甘州班收了姓王的来了。那李冬梅呢？你听没？是吧李冬梅。我请你们立刻释放李冬梅。误会了吧，这个人已经不在此地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种无理的扣留就是破坏抗战。实在是误会啊，要是不信可以调查。误会误会，不用调查了，我请你看一份材料。瑞金县陈家祠堂第二监狱十二号李冬梅。带李冬梅来了，快点。上头的白虎披头是天堂，今天高的心这么好的枪，为什么不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？别痴话宣传，打开脚镣带走。是，释放李冬梅。带走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，你们怎么搞的？你跟三大队见面了没有？见面了。大东，整整三年，我们天天盼望党中央，盼望毛主席，天天盼望着你们。到底盼到了这一天了。是啊，你们没有让红旗倒下去。冬梅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不是常爱讲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三年来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着。冬梅，新的历史任务又落在我们的肩上了。不久我们三大队编入新四军，又走向新的抗日战场。